英伟达显卡自家的游戏优化软件登录界面黑屏怎么办？这个 GeForce Experience 不仅可以根据当前电脑的配置自动优化游戏设置，还能在游戏中显示游戏帧数，还能显示 CPU 显卡的各种信息，还能录制视频，还有滤镜效果器。但是这么好的工具，一个月总有几天会出现无法登录的情况，有的时候登录界面是黑的，这个软件只有登录之后才能使用这些功能。导致这个问题的原因并不是你的显卡坏了，也不是驱动或者 Windows 系统坏了，而是你所在网络的运营商它的 DNS 指向错了。可以尝试以下五个方法。第一，从英伟达官网下载最新的驱动程序，然后覆盖安装一下试试。第二，如果你的电脑有 WiFi， 可以连接手机创建热点试试，一般手机网络的质量是比较好的。第三，那就是找一个免费的加速器软件，比如迅游加速器的电脑端，它这里面有一个免费的英伟达注册登录加速，里面有很多节点，另外它这个界面还有很多常见问题和解决方案，可以尝试一下。第四，修改电脑网卡的 DNS， 那个 IPv4 的，别用默认的自动，改成手动，比如主的 DNS 4.8，次 DNS 是2.8.2.4，如果这组不行，再换一组，网上有很多免费公用的 DNS， 多试试。第五，那就是其他方法了，比如重启路由器、重启光猫、重置 Windows 系统的网络设置，都有可能解决这种问题。你还有什么更好的方法，欢迎写到评论区。